近期来住不像在老家了，天天有买菜吃。虽然那里也很饿了，买点豆腐吧。这里没有人吗？我打一半呢。先填饱肚子再买鸡蛋。我饿得好快了哦，饱得也很快。嗯，这个李子应该是比较酸的，我挑这种红的，他们都喜欢挑不红的，我就挑这种红的，红的很软的，应该是很甜的，但是这个红的不新鲜，讲真话，放久它才红的，它不是在树上红的。啊，很辣不？买什么青菜？那种吗？这个呢？10块钱5颗。今天吃素的，一把青椒，一把青菜，就是这两样了，没有肉吃。青椒炒鸡蛋吗？不炒鸡蛋，我就这样炒了护皮青椒。哇，这样普吗？我现在感觉，平时你们老是要我吃这个那个，都是那种补的。我今天来一个清淡的，就是青菜。啊，反正你不是要减肥吗？刚好给你减肥。青菜好吃，然后青椒炒虎皮的很爽快，非常非常。青椒炒虎皮，哪里有？不是。哇。虎皮青椒炒起来很下饭的。青椒炒虎皮。炒成虎皮。你炒啊。我炒吧，就两个菜。你要跟我真的炒，那就让给你炒。你说我炒素菜不好吃。真的，你炒青菜真的没有我炒的好吃。因为我只会炒肉啊。你炒肉也只会把它放上去一炒熟了，就是。是啊，因为它香啊，那肉怎么炒都香，好不好？那不是。嗯？那不是的。哪里不是？你拿肉来炒青菜，可能青菜我吃完了，肉我一个都不会吃。还跟我说炒辣椒，那个青菜要放辣椒来炒。是啊，炭炒青菜也是，有道菜呢。我炒辣椒，我从来不会放辣椒，真的。你炒辣椒从来不会放辣椒，那肯定的啦。我炒青菜从来不会放辣椒。有一道菜很好吃，用空心菜来炒那个干辣椒，哇，很香很香。哎，我们又没有空心菜。全自动的，呜起来。这个锅太薄了。
菠菜炒菜炒得快呀、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喜欢先放点盐。不是我偷吃了，它本来就只有这么多。一把就那么一点吗？对呀、啊。炒虎皮青椒，我喜欢把它拍一下，拍烂点它更入味。这种辣椒有点辣的，螺丝椒。但是它香味很浓，把切成两段好了。不会炒那么多吧？要。因为太辣了，根本吃不下。不辣，我炒的绝对不辣，我跟你说。留个不要炒。给你吃生的，嗯，留个，等下炒别菜用来炒。那就一点点，我给你炒软起来，就一点点。一点点就一点点了，要是很辣的话就只有一点点就可以送两碗饭了。你买这个姜太嫩了。本来就嫩姜。你买老姜。嫩姜好吃点。老姜好吃。炒菜还是放老姜好吃。那为什么嫩姜比老姜贵呢？嫩姜别是拿来腌酸的，或者拿来凉拌的，或者来炒鸭肉的，肯定价格高些。我没有踢到里面的纸，可能会有点爆，砰砰砰爆起来。嘿，还说不忘。哎，这个没有拍呀、啊。拍起来就不你看这个也变少了，芹菜也少了，够不够我们两个人吃？够。这个油，哎呀，吃饭吗？吃饭了，吃素的。前几天都吃的太油腻了，偶尔吃一餐素的也是很好吃的、嗯、我先吃这个，这个真的不辣，一点都不辣，而且很香很香，很下饭。好，来就怕你那天做那个辣椒面，我都不敢吃。好吃啊。嗯，真的比肉肉还好吃，都还是有点点辣。哎呀，我辣片没有。辣椒总会有点辣椒味。我感觉炒这个辣椒真的放那个吃的时候一定真的很香。我一般就是放豆豉或者是放老干妈都非常好吃。我就吃了、嗯、你再不吃我就吃完了呢。嗯，
你知道为什么这样炒不是很烂吗？怎么？你要把它炒得很烂。如果你炒得半烂不烂的话就很烂，你把一定要把它全部炒熟透，它就不烂。